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什么。哇，这个瓢虫好大一只啊！我没见过，我昨天我这只城里只。你自己夹自己干嘛？你自己要把自己拎起来吗？你为什么要按在这个地方？这是你的开关吗？你要把自己拎走，对不对？要不就是。你看这里有个虫，飞蛾。没发现，没把它给炸了，就这样。哒哒哒，是。你画的是小琴啊？哦，是。哇哇哇哇！